欢迎来到查理感情课 ，Welcome to Charlie's Piano Lessons。在这视频呢，是要示范怎么弹这一首 Mini。那么你们可以到我的部落格下载这个乐谱，我会示范两种弹法。第一种呢，就是乐谱弹 Mini， 按照谱子里的音符来弹。那么你们可以按照查林在钢琴第一和第二堂课里面所教的方法来弹这一首曲子。第二种弹法是按照编配好的和弦来弹出不一样的花式伴奏哦。有关如何用聆听方式来编配和弦的初级讲课，你们可以到直播室来看。那么如何为 Mini 这首歌编配和弦，请你们到直播五看哦。如果你们还不懂得没有用三拍花式来弹伴奏，你们可以先到这两个视频上一堂课哦。现在我要示范右手 treble clef 的弹法，一、二、三，一、二 ，go。示范 mass clef 左手的弹法 1, 2, 3, 1, 2, go。试试双手弹 ，Let's try hands together. 1, 2, 3, 1, 2, go. 1, 2, 3, 1, 2, go. 现的弹法 ，music without frets， 你要怎么样弹呢 ？How are you going to play？ For example。没有圆环线的弹法，就是一个一个这样子按，你按下去，拿起来再按第二粒音符。然后它的音感觉到不会连在一起的，一粒一粒的。那有圆滑线的弹法呢 ？A music with frets. How are you going to play? 你要怎么样弹 ？For example.
Yes. You feel it. The sounds played very smoothly. 有圆环线的弹法，那个音你可以感觉到好像是连着连着这样子的，它会一粒一粒的。